来吧。然后我想打那个蜥蜴耶，是不是可以重开然后再进来？就是这里啊，这里重开。线了，哇，没有了，Say goodbye。耐毒戒指，危险。弃之弗环是最佳选择，为什么？操，又是他。哎，他太浪费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小心敌人的地板？哎，干！我下来了。我要上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小心敌人的地板啊？
那这个是要干嘛的？哎，啊，我上面那个没拿嘞，来来回回两三次。哦，那一个是防止这个你在上面，然后突然死掉，然后把它转回去。克里斯热之刃。攻击力变低了。魔力要16。那个应该是要打，祝你好运哦，到了。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，有没有用欸？高脚铠甲蜘蛛。我靠！完了！我操！来不及，对，不是按这个哦，干，按错
好像也不用打。好吧，那么多狗，走错了。是不是不用到这边来啊？这边好像只是开那个门而已。没死。嗯，那从那边来。有够聪明！哦，这胖子这边哦。
对啊，走这啦。等它炸光了。想在那边骗，对啊，这个是转上来的。无你真正会吓死我来讲。看一下有什么戒指。我们也没朋友嘛，何必呢？好了。这样也中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为什么？哦，那只猪是残障吗？怎么搞？哦，shit，来不及哎。
这蜘蛛怎么打？看它喷那个火。量才800。我有拿到啊，我有去捡，它不是在那个 小巷子里面吗？在两个。嗯，灵魂遗骸是冲他小的。灵魂遗骸是干嘛的？那么少。诱敌投毒。嗯，诱敌头骨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那我拉了一个5000的进来干嘛？这防护有用吗？提升幅度哦，防护有需要学吗？忍者法师啊，哎。那不用了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防护有用吗？没有用的话，我就要拿去学那个了。这个啊，防护啊。啊，那就不用了。那我还是拿来升级这东西吧。现在升一个要这么多了，没有吧？不需要吧？
不过那蜘蛛我打不赢，我要疯了。Damn it！ 他没有东西吗？我好像可以坐一轮下去看一下啊。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，先不要。下面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。这是哪里啊？喂，你冲啥？哎，少年呢？今天愈来愈无安尼哦。胖子，这胖子完全我没有都想打他的意思。这里射这里射这里，我靠腰啊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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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台呢？胖子真的很讨厌欸。这游戏这手把真的，我觉得这 PS5 的手把真的超屌。他现在这个上来还在抖，转歪弯的这个游戏，这个手把很有临场感啊。
哦，为什么？哦，靠腰吗？都还没进去就死掉了。要怎么搞？我看不太懂这个哎、欸。哦，完了，完了。哦，哦。哦、干，按错了，击败，重跑。手脚很快，我才来不及按回去。干什么啦？年轻人冲动。哎呦！哦哦哦！这蜘蛛真的很酷欸。这边吧。右边了，再存一次。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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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还有没有啊？打到快哭了。Hello。有哎，成功哎，哇哦！啊，我又卡住了。哦，干！哦，我被死！哇，为什么会被蜘蛛丝弄到啊？成功的 SL 大法，不是啊，啊，怎么到绕到后面完全过不去啊？哎，冲他小啊！我靠呀！他这蜘蛛丝就这样子哦。妈的！我一靠蜘蛛丝就被弄掉啦，怎么打？而且他一放那个底下都是血的，我怎么打他啊？他还喷火欸。应该有什么地方可以轻松打，不用真的在前面变成标靶。哦，shit！为什么？没道理，没道理，这真的没道理。一定有什么破解法。
蜘蛛丝射过来可以盾返回去吗？嗯，好像可以尝试哦。不然我只是像一个靶子一样在那边啪一直吐，一直吐。你啊！我操！没道理啊，过不去耶。我无法从他肛门过去。而且我也找不到地方绕过去，太奇怪了。砍那一根脚也砍不动。嗯，我一开始很帅的啊，怎么到后面都鸟掉了嘞？